彪悍的人生需要音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一直彪。抖音上有很多好听的洗脑神曲，有一些歌名就比较有意思了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听的数字名字的歌曲吧。你要我怎么做，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？要我唱几首歌？第一首《九二七七》，原唱者深七，北岛师翻唱的版本在抖音超火。那慵懒磁性的嗓音，感觉就像在耳边轻声地说。你要我怎么做，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？要我唱几首歌才能够将你捕捉？你要我怎么做，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？要我唱几首歌才能够将你捕捉？孤单寂寞都被悄悄枕随你的眼神就像。第二首《九四二零》，演唱者麦小兜，是一首表白歌，温馨有爱的歌词加上小姐姐温柔甜美的声音，让人有种初恋的感觉。第三首《一二三我爱你》，歌声太好听了，还是单身，让人再一次陷入了恋爱，加上抖音里手指舞的小姐姐，简直太洗脑了。美好的时光过得飞快，你喜欢这几首歌吗？留言告诉彪妹，咱们下期再见。